ACCA 专业资格，为大学及大专生提供相应的考卷豁免。如果你在大学或大专院校主修有关会计的课程，具备相关知识和技能，你就可以获得豁免。因应合适的程度，马上开始考取 ACCA 资格。如果你是会计或商学院学生，在一般情况之下，你会在毕业后开始考取 ACCA 专业考试。而 ACCA CE 计划就令你可以提早在毕业前获豁免部分考卷。你可以一边报考 ACCA 专业试，一边同步继续你的专上院校课程。你更可以参与试前的预备讲座、师友计划、亚太区实习机会及参观企业等等，尽享作为 ACCA 学员的优势。毕业的时候，你好可能已经完成所有 ACCA 专业考试，在求职市场上的这么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，快迎一步踏上会计专业之路。累积三年相关工作经验之后，你就会正式成为 ACCA 会员。有了 ACCA 这个头衔，就是专业和广受认可的最佳证明。你还等什么？马上开始你的 ACCA 快速旅程了。